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呀！欢迎收看本期年糕说电影。最新肖战自从出演《陈情令》这部电视剧后，就火遍全网。不仅仅是电视火了，肖战这个男孩更是成为了全网女孩的男朋友了。现在这部电视剧虽然已经是大结局了，可是肖战的人气还是有增无减的。最近，肖战、李沁和孟美岐主演的《诛仙》已经准备和大家见面了。《诛仙》中，肖战饰演的张小凡是一个有点像金庸线上笔下郭靖，武功盖世却性格十分憨厚，命运多舛，堕入魔道，这点跟魏无羡还是有点相同的。而且花絮中孟美岐和肖战两个人很多对手戏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肖战被孟美岐一把拉起来，接着孟美岐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一样，就开始两只手在乱摸肖战的上半身，肖战下意识地脱口一句，哎呀你干什么呢。最后当导演喊咔的时候，孟美岐脸一下就红了。在片中，孟美岐饰演的是一个也同样武功十分高超的女侠客，而李沁也出演影片中的女主，这演员阵容足以让年糕热血澎湃。不知道大家是否期待肖战版本的诛仙呢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交流。喜欢听年糕讲故事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账号，每天都有最新的电影资讯推荐。我们下期再见了。